首先墨汁要多一点，不然会看不到字。来，五个笔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次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次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从中间。然后这边压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抬起来，压下去。秘诀没有什么，放胆子快乐写就好。